先生，一共68块。啊，好，给。谢谢。小姐，你的咖啡好了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，20块，谢谢。哎，你男朋友等了你2个小时了，哇，对，太好了。真的吗？加油加油。哎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赶紧闻啊，今天笑得嘴都快裂开了。好吧。耶。真的？为什么？跟你说了别八卦。CK 君来了。小姐，你头发好漂亮啊，哪里剪的？哎，等一下，找你钱。谢谢啊！哎呀，你的头发真的好漂亮啊，哎、真的。咖啡喝完了，要不要给他送过去啊？啊？哎，你的咖啡。他今天喝的是中杯的普通咖啡，你送过去。拿好找钱。好。嗯。先生，你的咖啡。你们俩快去拿纸巾擦干净，快点！我气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快点啊！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他是新来的，难免笨手笨脚的。这样，你把刚洗衣服的那个单子给我，我给你报销。不用了，是我刚才不小心碰到他的。那您这个电脑？电脑没事。那我帮您倒杯新咖啡啊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正好要走。不坐会儿了。谢谢。地滑地滑。对不起哦。王立川，刚才真的是对不起啊，不过谢谢你帮我说话。没关系，你刚一定不知道是我，所以吓了一跳吧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巧啊。哎，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这家咖啡厅我常来。哦，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好了。钱？修电脑的钱。哦，不用了，你今天白天帮了我这么多忙，我还没有好好的谢谢你。可是帮是帮，赔是赔啊，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你的。真的不用。我知道你很大方，但是我不能滥用你的好意。而且呢，你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像这种时候你找工作什么的肯定都需要电脑的。如果你这么坚持的话，下次我就不会来这家店了。那不管你去哪里我都可以找到你的，钱是一定要给的。真是，拜拜。谢小秋，你给我进来。哎，谢小秋，我平时看你大大咧咧，你应该有点抵抗力吧？看见帅哥要淡定，你不是第一个往他身上撒咖啡的人了，是吧？他很帅吗？一脸胡子，脏兮兮的。哦，懂什么呀你？帅就帅在胡子上。那才叫有型，那才叫 man， 知道吗？有胡子就 man 呐、啊。我觉得看起来像职业杀手。那你要是不觉得他帅，你干嘛把咖啡泼在他身上啊？我那是不小心了。我来说他啊。谢小秋，你心生爱慕想接近人家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平时不八卦，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你几句，听不听由你啊。别在这个男人身上花太多感情。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女孩一眼，是吧？各位，我求求你们不要再神话这位 CK 君了，他很可能就是个普通人。普通人开豪车啊？开豪车的又不一定都是车主，很可能是司机。哎，那倒也是。是什么事啊？对，不行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女孩嫁错男人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分不清楚男人的品相，这不是有款就是爷，三代才出一个贵族，懂吗？你就看这个人的气质做派，当然你可能看不懂了，你就看看他给你的小费，你就应该知道他肯定不是司机。各位，我觉得呢，找一个穷人和找一个富人是一样的容易，要不然为什么七仙女会找放牛郎呢？至于跟谁在一起更幸福，那还真说不准。
说的也蛮有道理的。道理什么呀？快工作去，听到没？哦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电脑多少钱啊？2万块钱。2万？因为它的配置比较高，性价比也是不错的。啊，我打个比方啊，如果它这个电脑进水了修的话要多少钱啊？你是说主板？就是键盘那一块。这个要看具体情况，怎么说也要2000块。2000块？这2000块不一定修得好，还得看实际情况的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这2天的活又白干了。喂，肖社长。